时尚圈素有金九银十的说法，九月份作为重要月份，自然少不了大型时尚活动的。九月六日，品牌蒂芙尼在上海举办了新款发布派对，吸引了圈内一众大咖前来捧场。中国区品牌大使赵又廷则身穿白色西装亮相，还十分机智地将新款耳钉当作胸针佩戴在胸前，一如既往的绅士风度十足。妮妮则以一袭绿色丝绒西装搭配粉色衬衫，干练中又不失柔美，再加上佩戴的新款首饰，真的是女王气场全开，夺人眼球。品牌风格大使许维洲则以黑色皮衣搭配白色深 V 衬衫，休闲又不失帅气。有人因为年轻经验不足而怯场，也有人因为年少老成，虽是九零后却异常的成熟。白宇就被称作是最不像九零后的九零后，因为一部剧爆红，白宇面对媒体们的热情也能够应对自如。其实我也觉得自己蛮老成的，对，但是我觉得也挺好，我觉得男人嘛就应该成熟稳重一些。前段时间就有位艺人在颁奖典礼上因为外文电影名而尴尬冷场，对此赵又廷表示，一个外文名念不出来哦，我就提前准备好我不懂。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